那边可以拍。罐头都吃完了是吧？等会儿吧，赶紧夺罐。今天给你们上个纯黄桃的吧，行不？行。我都喜欢吃黄桃的。有想要的吗，老铁们？想要的扣波一。我把一屏蔽了。那都不卖了，不给老铁们福利。双拼的呀，双拼那块让敏姐看看，问问能不能腾出来多少库存，然后带一波双拼，但是双拼的不能多，双拼的多不了，应该没有太多，然后再给你们来一波那个纯黄桃的，应该说24秒就吃完了，好吃吧？这么多想要的，老铁们。嗯，嘴角坏了，裂口了。等会儿啊。辣白菜没有？哎，辣白菜我下面挂着呢吧？没有。大肘子，这肘子皮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。辣白菜小黄车二号链接哈。上罐头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弄好链接，一会儿给你们上罐头。明姐脸过敏了。你别着急，天天罐头罐头，你让我吃会儿。那刚才我要是好好吃，要不卖货的话，我都能上好万人。那吃是30000人，然后掉到10000多人，好不容易上2万了，一门刷罐头。哼，超好吃的，不卖血肠吗？不卖。不好吃你都得给我退回来，不对，这个玩意儿我不卖。不卖不卖，蘸点这小蒜酱啊，这里面是猪血，简称就叫做血肠，猪血肠。太粗了，粗的皮太厚，粗的就是皮太厚了，熟了，看，这是东北的一个名菜。超香，这不懂得给它剪开。这么吃我真害怕，我怕它给我封号了。哎，就这么一根一根给它剪开就行了。这么吃，蘸点蒜酱。这么吃特别香。老了吗？我感觉还好，不老。但这个皮儿属实是厚，它这个皮儿如果要不厚的话，其实也不行。咋跟压寨夫人似的？没有，还压寨夫人。老李今天新给我买的衣服，我觉着还行，凑穿吧。他说给我买了一个特别性感的大豹纹，臀啥呀？哪儿臀呢？不，你不感觉特别好看吗？觉得好看，打扮好看。